好，最后几张。来，等一下，这边哦。开始吗？还有吗？还有中间，还有这个。再到旁边。好，到了。哦，对的，现在五月了，对。跟他信心喊话是不是？我会的，我会去跟他信心喊话。还有，你觉得要怎么喊话？你觉得要喊些什么？撒娇一下之类的。撒娇是不是？然后假如说江湖丹顿，江湖丹顿，江湖丹顿，可以的。然后就在耳边，尤其在睡觉的时候，然后感觉他好像在做梦，就是江湖丹顿，江湖丹顿，江湖丹顿这样，更好。好，那我再回去试试看。有啦，我觉得每个人都，而且我觉得每个阶段的执念都会不太一样的。那你现在阶段的最大的执念是什么？最大的执念，对我来讲，可能还是纠结这件事情。但纠结的这件事情已经好了70%，哎，好很多哎，进步。你是多久有这个 progress， 就是有这个进展？你是从近几年开始才有到70？对，还是就是今年？我觉得，真正很纠结严重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在2014-2015那几年，然后2016开始发酵，2017更发酵，然后后来。18开始慢慢要自我检讨，说不可以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太辛苦了，事情也没有解决，但是却给自己太多的压力。那或许这些纠结是不必要的。工作上居多，在表演上居多，对，但是都是在个人纠结在自己。对，所以你觉得你跟认识老板有关系吗？因为你刚刚的时间点。也是跟婚后会比较好一点，我觉得都有哎、欸，自己想要改变是有，然后刚好他出现的时间点也有，所以一起，就是可能就跟着他走，因为我老公是属于比较不纠结的人，所以有时候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讲出来的话跟他讲出来的答案都不太一样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你怎么是这个答案？就是，因为他是一个这么乐观的人。半特效药，解释的好好。Hello， 明朝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景华。跟我们分享你今天手上的手表最喜欢哪一部分的设计？最喜欢哪一部分的设计？今天我戴的手表是江诗丹顿的，Agely 的蕾丝腕表。然后我最喜欢的，哎，这可能需要竞拍。这个蕾丝有看到吗？这个蕾丝腕表，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优雅、简约，然后漂亮。它最特别的是，它在这个黑面的珐琅上面，它有一个。镶在这边的镂空蕾丝，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就是代表一个这只表很像一个女生的优雅，然后柔美大方但又不失有个性的一只腕表。我会怎么穿搭啊？我可能就会照我平常穿的，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牛仔裤，然后但是那种很简单简约的牛仔裤，然后浅色的，然后白色的衬衫或 T 恤，然后就搭配这一只腕表，然后一双布鞋，我就可以出去行走大马路上，或者是带着去露营也可以。